哎，喂，您好，哎，我到指定的地方了。是啊。哎，您好，您外卖，尊敬在下，迟到了一分钟，我能投诉你吗？不是，大哥，我刚才进屋的时候还没迟到，可是我刚才叫谁大哥呢？啊？再说了，这饭怎么还散了？我要投诉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可能遇到没小心，您不容易，您稍微体谅我一下。您也不能这么欺负人，是吧？那、哎、你个臭送外卖的，我欺负你怎么了？这单就不收钱了。别说你不收钱，好像我欺负穷人一样。哎，去帮我买份一模一样的，剩下的钱当小费的。喂，我在微笑堂健身房门口有人晕倒了，你们快点过来。喂，老婆，你要是还不来，我们就离婚。张俊，哥哥查出白血病，你快点来医院。哥哥医生哭闹着找爸爸，你要是还不来，我们就离婚。哟，这次在上海有妇女群身的。妈，对不起。人还有什么用？钱又来不了。张俊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打我干什么？哥哥都是你害的。讲点道理好不好？什么叫都是我害的？医生说，格格白血病的诱因就是甲醛，就为了你省那么点破钱。去年装修房子的时候用的全部都是劣质材料，都怪你。格格也是我女儿，我要知道建筑材料有问题，我绝对不会用的。小雅，小雅，你放心。只要格格能好，做什么都行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医生说格格的治疗费要30万，你去借吧。如果格格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马上来。送外卖了，送外卖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帮你交手术费啊。放心，不用了。你为什么要他的钱？不跟他借钱，难道指望你吗？格格生病急需钱，凑不齐，我们就离婚。你跟我离婚？就为了他是吧？是因为你穷，哥哥的手术费你凑得齐吗？哎，老板，张军，你连个外卖都送不好，三番四次被客人投诉，从明天开始不用再来了。不是，老板，我你可真行啊，又被辞，准备让我跟哥哥喝西北风。蒙哥，我送你出去吧。啊！你是不是喜欢小雅？刚才送外卖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认识我？是，我是喜欢小雅。你帮他不行吗？哥，我的家具，你连我救你和最后的希望都要毁掉吗？
果我能凑齐救女儿的钱，女儿归我。等你接着再说再说吧。苏雅，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是顶级大佬，可是你为什么不信？7年前的承诺能兑现吗？7年前的承诺能兑现吗？当然，2分钟会有人来找你。少爷，这么快就来了？老头叫你来的吧？少爷，扫个码，转账。老头什么条件？回到王氏集团董事会，争取继承人。喂，我一个送外卖的，你让我去争取继承人？钱我转过去了。董事长怎么能看好他呢？晕了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兄弟，有事我能不来吗？就这些了，赶紧把钱和孩子转下去就是。不用了，我交过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把押金给交了？没本事就别逞能。当初我就不同意你们结婚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们？你闭嘴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姐。就我姐夫家的这些穷酸朋友，你能指望他？你看人猛哥，9家健身房连锁店，就他俩，这辈子赚不了这么多钱。这是住院者，你好好看看。小雅，钱我已经交完了，格格，你跟我。拿个破单子，你糊弄谁呢？30万，说交就交了。就是，就你那些朋友，一个比一个穷。说谁呢你啊！安静。小雅，这缴费单是真的。这缴费单是真的。姐夫不会是去借高利贷了吧？詹俊，哪来的30万？你可别连累我们母女啊！千万不能心急乱投医，你缺钱跟哥们说更痛心。我这个钱不偷不抢，干干净净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我是富三代顶级大佬。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没法守啊。顶级大佬，你天天戴个破帽子送外卖？你们先回家吧，我给格格找个顶级护工，马上就到。还有，病房里需要安静。啊、这高利贷咱真碰不得呀！这咱为了那一大家子，这不值当了呀！你要真要碰也行，但是你这30万，咱哥俩得还到啥时候啊？少爷，董事长一直在等您。那你要回去吧，我得去见领导。说让上车就上车呀！小军，我等你很久了。钱的事谢谢你，但是你要求的我做不到。你做得到。老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让一个送外卖的当继承人啊？做事先做人。看来啊，我没看错人。我说你行，你就行。说得好听，你们都姓王，就我姓张。那是我同意的。你爸的逆子跟我玩起来，离家出走，刚出门命就没了。你不跟你母亲的姓，你以为你小命能活到今天？所以我就说你们王氏集团危险，继承人再说，先想办法进董事会。那我就答应师傅。我还有个条件，进来吧。她是方雪，以后啊就是你的贴身管家，你所有的决定都要经过她同意。我明白了，你不就是明着在我身边放个眼线吗？好吧，你说这么难听啊！她是我送你的左膀右臂。行，说帮我收下了。还有吗？启动司机，我们
走吧，罗总。你给我开个快捷酒店住点房吧，我明天还有事儿。董事长早就把房子给您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？在哪？在哪？山顶一号别墅。南都最贵的山顶别墅。上头够狠。头发，你敢想象吗？早上的我，半生有了一个这样的家。这是别墅钥匙。哦，好。明天会有专职保姆过来，专门打理您的生活。不用懒得您了，你就叫我老爸，叫我老板也行。好的，老板。还有其他什么事吗？没事，赶紧下班吧，谢谢啊。张俊，你要让那些之前瞧不起你的人相信，你是真的顶级大佬。怎么了？夸足不敢认了。老板，我们去哪？甩右臂啊！位置发给你们了。这都几天了，一个产品都没卖出去，再卖不出去，你他妈就给我滚蛋！他的业绩我帮了多少？还差多少？我全买了。还差多少？我全买了。张俊，你以为你脱了这身外卖的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？你拿什么替他跑呀？哥，这个庄大官上瘾了，帮富婆了。我秘书，不早就跟你说了吗？我是顶级大佬。顶级大佬？顶级大佬送外卖？哈哈哈哈！那小胖子，我变了。臭不要脸！你那个破产品我就不要了。张俊，把这小破啪啪公司全给我收了。好的，老板。哼，我就看不惯你这种。你们先走，这里留给我来处理。这是定金，这几天会有人过来和你商量收购的细节。兄弟，你这是富二代？是吗？不是，你都富二代了，你不给自己生两个像样的情况？低调，不落户。老板，去哪？购物。你们真把那破公司买了？是。哎呦我的个妈呀！你有钱买啥？你买这破公司？到这儿烧票，到这儿烧票。兄弟，你继承了多少钱？小心划坏，你可赔不起。你摸一下就行。怎么了？你们别乱碰，碰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能摸这辆车？小美女，这辆车我买了。你确定你买得起吗？确定。兄弟，算了。懂。刷卡。全款。你可确定是全款啊？你买不起车，拿成破卡装大款。等等，胖子，把这里面所有你喜欢的车全部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待会儿他摸过的车我全买。行，输密码。先生，是您刷的卡吗？对不起，他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经理，这卡你还不一定有钱呢。小道，这张卡全球只有10张，你懂不懂啊 ？You are fired。先生，您看你想买哪辆车，我马上带你去试驾。
我已经没有心情买车，把店收了吧。啊，张总，您别为难我了。您要是把这家店买下来的话，我可就失业了。我只是买店，不是裁员。老板，这是一家连锁企业，一共有六家店面，现在这家是旗舰店，如果要买下来的话，有点难度。哎，那就把六家都买下来。经理，你先出去招待客户。老板，那我去办相关手续。嘿嘿，兄弟，杜丽继承了多少家产？就是他启动资金啊！你看到刚才那个经理表情，太解气了，让他瞧不起咱。你这位家属是鼎级大佬吧？全球十大卡都拿出来了，我能不信吗？你出去看看，我准备让你把这家店。不，我欺负你怎么了？你跟我离婚就为了他是吧？是因为你穷。老板、啊、搞定了。小玉，胖子走了。不服，你再让我休一会儿。走吧，还去买啥药？我太过瘾了。最珍贵的。你不会要把这买？这是故意啊！我管不了啊！这太为难我了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来看格格的。是我误会了哈，女儿确实真珍贵。张俊这借了多少钱？这车得十几万吧。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，我这样。好。哥，那个我就不进去了，我见过的孩子不要养。爸爸。哎，还难受吗，宝宝？天天不着家，现在知道了献殷勤呢。姐，你赶紧跟他把这离婚手续给办了，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借了多少钱高利贷。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他买了新车，车不错。不是你，那就是租的了。你这是沉浸式装大款。詹俊，有人能证明你借的不是高利贷吗？詹俊，有人能证明你借的不是高利贷吗？其实不需要证明，小雅，你行踪哪来的这个事儿重要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格格的骨髓配型，我们家人都应该一起去测验一下。现在就去。我也去。太难了，你咋回去吧，你。这次过冬就来补着了。我都跟你说了不用你做配型，成功率又不高，我非得去。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吗？老板，这是离婚协议，律师也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行，格格在里边，我们就在这儿说吧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女儿，她的医药费也全部由我来承担。我不同意，我都不知道你那些钱是怎么来的，我怎么可能放心把女儿交给你？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？张俊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们母女跟你过过好日子吗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个开健身房的。至少他的钱是干净的。走法律程序吧，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女儿有那样一个开健身房的好爸。老板，我问过律师了，胜诉的几率还是很大的。谢谢，这临时办公室提前收拾出来。我已经安排人收拾好了。我决定从今天开始，胖子正式接管 4S 店，先从旗舰店开始。两周内我要看到效益啊！老板，我觉得还是找个职业经理人比较好。我相信胖子，你知道胖子为什么叫胖子吗？他以前是卖减肥药的，半年时间瘦了一半。一半？他从200多斤减下来了。给你看看腹肌。
来来来来来，胖子，问你个问题啊，你卖那个减肥药好用吗？减肥药那玩意儿，治标不治本，正儿八经减肥哪有捷径？想减肥就得管住动脉干涉，那你那个药卖出去，那必须的呀，我能让我自己白流80多斤汗吗？所以我相信胖子，只要给他点时间，产品好，他绝对是个金牌选手。 4S店的选择我赞同，但是只有这一个产业，不足以让你完成任务。不急，先把 4S店 运作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俩说啥呢？什么任务？引起注意，进入王氏集团董事会。王氏集团？拿动手不？那个王氏集团？行了，你先准备功课，明天有你忙的。你放心。 从今天起，我要用我自己的双手证明给你们看，我是真的顶级大佬。从今天起 ，4S店 正式归我所有。你们放心，我只是收购，不是裁员。你们只要好好干，我绝对不会亏待大家。这家店从今天起由贾总正式负责。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要不你先吃吧，开个早会。 不服我是吧？一天让你们几个服服帖帖。老板，他行不行啊？这些老销售肯定都不会服他的。放心，给他点时间。走吧，我们去别的 4S店 看看。咱们卖车是不是得拿业绩和 KPI 说话？是，卖豪车，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草。 但是咱们店里刚刚那么多平价的性价比高的车，为什么就卖不出去？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没想到你看人眼光还真挺准的。也有不准的时候，选老婆眼光就不太行。走吧，进去吧。这车的问题吗？是你们的问题吗？哟，张总来了，讲两句。散会，明天继续努力啊！ 真不错，服服帖帖。行，加油！队长，我可以选吗？选呗，这俩行吗？这俩行吗？我给你选辆跟放什么样的车？你都说让我挑，还是没。老板，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 今天先各回各家，明天到我家去商量后边的安排。胖子怎么还不来？他去 4S店 了一会儿就过来。那也应该说一声啊，老板，你有什么指示？我是想说，有没有可能不打官司，得到格格的抚养权？我问过律师了，只有女方自动放弃抚养权，否则我们只能通过诉讼。老板，你为什么不想打官司？ 当我决定进王室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回不了头了。可是她毕竟是格格的妈妈，我想好聚好散，不想让格格受委屈。喂，什么？健身房？老板，我觉得健身房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因为健身房的运营靠的是长期的会员维护，而不是销售业绩。因为会员的承载数是有上限的，您现在更需要找一些短期内回报率大的资产，健身房不太合适。就是，再说了，人家李猛能卖给你，你不还是得拿钱吗？人家有9家店，你都砸了？砸？是个不错的想法，但是光他健身房太没意思了。 你有什么意见？我同意。你居然还同意！去办吧。我马上去办。先回4S店了。业绩，这我还没到意思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送我去趟医院。
不是我说，这个方案太冒险了，你们是不是疯了？啊，人呢？你们是不是疯了呀？人呢？你俩撒开呗，我保证，我不跑。电话。喂，你们人呢？我自己先走了，你忙去吧。走吧。小张，有话直说，你先反思一下自己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知不知道？你跟方雪吵架了？方雪没跟他说方案的事，我也没干别的呀。不知道头，那你让我反思什么事儿？反思什么？你作为王氏的继承人，怎么能随便去做骨髓移植的配型检查？那是我闺女，我必须得试一试。就是要做检查啊，也不能这么随便找个医院。你知道以后如果你真是继承人，这种消息要是被曝光了，我们的股票跌多少你知道吧？我现在不是继承人，我连王家人都不是。你哎，那你反思什么呀？我想买九条街。我想买九条街。方雪她不同意，她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同意。我觉得健身房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咋了？是个不错的想法，但是光到健身房太没意思了。砸九家健身房没意思，回去找亲。我要砸九条街。我帮助你啊，联系了国际上一些捐赠机构，和个配型的事儿啊，你就放心吧。是我亲孙女，你不救，我也会救她。看什么看？你可以过来。以后检查这种事儿啊，过过脑子再干。知道了，保重啊，老头。走吧，去公司。怎么了？老板，有人跟踪我们。要不你先回公司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回我们地盘再办他。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，你是云层之上的闪烁星空。是我是我姐夫，你现在知道叫我姐夫了？我错了，你赶紧让这五郎你把我给放了。等等我干嘛？我啥也没干，我就想知道姐夫是不是富二代。那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是，你是富二代。你是顶级大佬，我看到你了，从高档的时候出来，你赶紧让他给我放开。小放开，答应我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我都答应。去医院做配型，我跟你姐的都不行。啊！我去！我去！放开他！啊！姐夫，见我老婆的气儿怎么这么大？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去。他这个人不着调，他的话你别信啊。没关系，也不是第一个人这么说我。哎，你一个女孩，为什么这么大劲儿还会武功？因为生活所迫。姐，吵什么？刚刚睡呢。他真是富二代。姐，吵什么？刚刚睡呢。姐，他真是富二代。怎么可能？就他那几个朋友。姐，是真的。我看到他和那女的从高档别墅里走出来。真的？真的。还好这手续还没办，咱们这婚不能离。怎么就不能离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你看清了吗？那个送外卖的富二代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赶紧走，可别让我姐夫看见你在这儿。苏丽，你变脸比变天还快。去，姐，
听我一句劝，赶紧去跟他道个歉，哄哄他。这婚咱们真不能。小雅，他是富二代，难道我不是吗？就你那几间破健身房，你怎么跟我姐夫比？苏雅，我最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？你什么你？赶紧走！ 兄弟，这一家人绝了。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怎么？怎么回事？李总刚才物业打电话来说，这边不租给我们。物业退租了。物业退租了。对，二号店跟五号店都不租给我们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三号店也退租了。李总，你看最近是不是有得罪什么人？ 得罪谁？你这是一定要帮帮我。你怎么了？我健身房出事了，我想请你求求张俊。张俊，健身房怎么了？现在所有店面都面临着退租的危险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你觉得是张俊干的？我不确定，但是我想他应该能帮得上忙。李哥，真的不是我不帮你，我和张俊现在在离婚，那我帮你……行，你就帮帮我吧。 为了女儿，我真的不能离婚，对不起。张总，您看我这事儿，忙我是帮不了你的，不过你可以选择把健身房地下转让给我。转让？不行啊，张总，这是我爸20多年慢慢经营起来的，不能卖啊。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法子？有。 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法子？有，什么？等着破产吧。进来吧。这是收购合同，一式两份。你要么选择把合同签了，健身房转让给我；要不就等着破产吧。实话跟你说吧，你所有门店的房东都是我。你买了9个门店？19条街。你买了9条街？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顶级大佬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2条路自己选。张军，算你狠。老板，你下一步是不是准备回王室了？时机还不成熟，先把酒店经营好。 你别看我呀，你现在一看我我就害怕。胖子，你一般减肥的话，除了运动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迈开腿了，就得管住嘴。好主意。郭涛一，什么意思？你俩说啥呢？想要健身房快速升值，光靠现有的会员运营是不行的，得有能需要结合的快销产品。也就是说，要在健身房旁边再开个轻食店。 一家开9家，对呀、啊，我去办相关手续。胖子，你去选址装修吧。这样啊，胖子，一个月装修，2个月盈利。你俩是真不让我喘一口气儿啊！我那3、4店还有那么多活要忙呢。效益好的话给你换车。真的？把这个钱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这不就是卖身契吗？你俩是不是商量好的呀？ 格格的骨髓缺陷周期已经找到了，马上就要手术，这2个月我应该都是陪闺女。你俩加油，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汇报工作。你们继续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嗯，有什么事吗？格格的事儿有需要我帮忙的吗？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跟你说。行，我先出去了。宝宝，今天有没有跟小朋友一起玩啊？有。 玩的开心吗？开心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老公，马上就不是了。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我就不搞那些客套的倒水什么的了。 我怕吱声。我知道之前我妈和我弟弟却伤害了你，我替他们道歉，你原谅我们好吗？我可以原谅你。
但是原谅我，已经不可能了，太晚了。和平分手好吗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说放弃就放弃吗？小杨，是你先放弃我的。是因为那个女助理是吧？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到医院之前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但是你记得那天你在医院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吗？你觉得一句对不起就能把那些话从我脑子里面删除吗？找你妈上去。等哥哥好了再谈离婚手续的事吧。你这样拖了一点意义没有。可是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老板，这是 4S 店、健身房和轻食店这一个月的报表。胖子干得不错，业绩都达标，您看人确实挺准。看来我们真需要一个职业经理人了。我这有一个人可以推荐。谁？明天我带他过来，您看看就知道。哥，你找的职业经理人谱挺大的，都几点了还不来？怎么了？他抢你位置？那不能，管理业绩这一块儿，没人比得上。对啊，有你的事儿，还有他的事儿。不是，你怎么现在一说这种话，我就害怕了。老板，人我带来了。你老打过他了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是你啊？健身房门口有人晕倒了，你们快点过来。你是？谢谢。没什么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救的。这是大成，我带来的职业经理人，懂法律和财务，只是……喂，你好，老板，坐。我们公司的情况现在你都了解吗？我的诉求是想我的资产在短时间内翻番，你有计划吗？就火了，就火了。好，火了就火了。你们都说啥呢？散会。你过来。哎，说啥呢？啥计划呀？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明天去了才知道是什么计划呀。哎呀，这一天天的跟你们在一块儿，我感觉自己像傻子。张俊呢？我让你给我站住！你喊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姐进格格？格格一出院你就把她接走？我姐现在在家天天以泪洗面。我跟你姐说过了，只要同意离婚，马上就可以接孩子。就是为了这个木老跟你姐离婚是吧？跟他没有关系，把手松开。让你欺负我姐！我告诉你，只要同意离婚，他什么条件都可以提，我只要女儿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姐姐离婚？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吵架，我不教你们吵架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姐姐离婚？就是为了你姐姐吗？刚刚姐姐说的是啥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每天城堡都会经过这儿。坐吧。不说点什么？我不会安慰人。我不需要人安慰，我只需要有人陪我喝点。那你应该找胖子。他话太多了。你不想离婚？回不去了。人总得向前看是吧？哎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是怎么认识我家老头的？我是个孤儿，董事长一直资助我上学。对不起啊，我没事，也不是什么秘密吧。你从小为什么要练武术？为了给继承人当左膀，从小开始练。爸爸，你不让我见妈妈，是因为你喜欢方雪阿姨吗？
爸爸，你不让我见妈妈是因为你喜欢方雪阿姨吗？宝宝是想妈妈了吗？嗯，我想妈妈了。那这样，爸明天就叫妈妈过来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那爸爸今天先陪你玩。爸爸。嗯，他还会说话啊，宝宝。妈妈。詹俊，我们能聊聊吗？妈妈，你们别吵架了，我去玩会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只要女儿，其他条件你提，我会尽量满足你。张俊，对不起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实在接受不了一个背叛过我的人。哟，来了，我给老板请。发生什么了？我有个更好的想法。你别看着我呀！现在一看见我就害怕，我有种不祥预感了就。大成，现在九条街里经营最差的是哪家店？三号街酒吧一直亏损，买下了。好。胖子，有没有可能一个月之内盈利？哥，你可饶了我吧！你数数我现在多少家店了？先生，你别生气。那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那家酒吧我去过，从餐品、酒品到装修服务都没有问题。作为一个音乐酒吧，那家歌手唱的也太难听了。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流量歌手作为场控，那也不是没有可能了。我有一个好的人选。多少担心，我认真着你。爸爸，给你三年时间搞定。你这现在任务越来越难了呀！我想谁都会有幸运的事能分担你的愁。老板，你为什么那么相信胖子？胖子跟我一样，都是穷苦家庭出身，所以他特别懂得察言观色，他就很适合做像销售啊、谈判这样的。你看胖子这个人啊，表面上吊儿郎当的，但其实挺有责任心，也挺上进。他的销售业绩确实是不错。哎，对，老头跟我说，我做什么决定都得经过你。你好像没怎么反对过。因为你的决策都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先回公司吧。怎么这么晚还要回公司啊？张俊。您怎么来了？张俊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好，妈请你了，别跟小雅离婚。妈，阿姨，你别这样。哥哥不能没有妈妈，你就给小雅一次机会吧。您放心，就算我们离婚了，小雅还是哥哥的妈妈，她也可以来看哥哥，哥哥得到的爱一点都不少。哎呀，都怨我，都怨我。妈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别闹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好吗？哎呀，小雅，是妈对不起你。哎，妈。不怪你，不怪你啊！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明天我在民政局等你。走吧，妈。老板，胖子说搞定了。这么快？或许那天突然下雨，我怎会遇见你？来来来来来。不是那天突然下雨，我怎会遇见你？来来来来来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带朋友来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老板张总。张总好，我是王瑞。你好，你好。助理方雪，唱的真不错。谢谢谢谢，我以饮料代酒，敬你一口。我好想问你，又不要在一起。王瑞是吧？唱的真不错。谢谢谢谢。胖子辛苦了啊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个酒吧一个月回本的话太慢了，咱们改成半个月好不好？来，举起酒杯敬大家一个。辛苦了胖子。走回家。哎，他们这就走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奇了怪了。都怨你说你相中谁不行，你相中嫂子。嫂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别忘了呀。
现在有些男生太随意了吧，上来就敬女生酒。是饮料。你吃醋啊？你吃醋啊？胖子今天干得不错，这么快就搞定了王瑞。嗯。您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提醒你啊，一年之约已经快过去一半了。不着急，这时间不还没到吗？喜欢学习啊，不错。你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您直接告诉我一声就行，我让方雪送你回去。这么破的办公室啊，谁也来似的。我送你了两幅画，从我挂上。还有一件事啊，我不得不提醒一下，家族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你了。我这么低调，他们还是这么快就注意到了？南都有几个人一出手就买了九条街了，你还敢说你自己低调？您是对我的决定有什么意见吗？你最近呢、要小心一点，凡事呢都跟方雪商量。送一下。不用你们送，我自己有事。挺值钱，够吧？我们研究一下酒吧连锁的事业。老板，你不会想把九条街都做成连锁店吧？主意不好吗？主意不好吗？这是你第一次反对我。老板，南都不需要九条一模一样的街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连锁店不需要都开到九家，但是这个模式是可以借鉴的。对，而且有一些连锁产业我们可以采用加盟的形式，这样还可以减少我们现金流的压力。明白了，你去和大成做一个方案，看看有什么店可以连锁。好的。哎，对，你知道胖子是怎么搞定王瑞的吗？好像是答应他什么事儿了。我会啪啪啪啪啪啪啪半年，是你啪啪啪啪。喂，领导，别催了，这不还有一星期呢吗？我知道，我是想问你，你答应王瑞什么了？王瑞这么快就同意了？啊，歌手嘛，啊，要么想要舞台，要么想要乐队。我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组个乐队。你可别答应他演唱会什么的。喂，喂。完了，我都答应了怎么办？哎呦，我太难了。我说我这两天眼皮怎么老跳，演唱会都敢答应。这里是紧邻我们三号街的一片公共海滩，这里到三号街只要五分钟的路程。所以三号街现在是人流量最大的一条街上。对，我带你到处走走。好。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，有多少汪洋大海里的梦还在心头。我就说吧，你练武术脑袋后边也长不了眼，女人还得男人来保。走吧，老板。三号街的人流量还不错，那个地方真是不错。三号街的业绩还不错，但是六号店和八号店的运营状况不太理想。让胖子分析大数据，查找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好的。想办法拿到他的 DNA。明白。九条街的自运营连锁店有什么好办法？这个可能得等大成团队的大数据分析之后才可以做出判断，可能还需要几天，因为要了解周边环境、交通状况，还有下沉客户等等。明白。怎么是你？我是个洁癖，我看张总头上有个脏东西，我想帮他拿。滚！还不是爷的人吗？像是要取你的头发做 DNA 检测，
想要验验你是不是亲孙子。我们的进程得加快了。好的。老板，按照计划，现有的连锁店都运营稳定，新的项目也陆续准备开业。好，你让胖子把六号街和八号街的门店生意盯紧。老板，你是准备回王室了吗？现在九条街的生意趋于稳定，但是我总还觉得差了什么。可是我们现在的现金流和资产积累已经超过很多王室股东了。还不够。这样，你把胖子和大成都叫过来，我们开个会。我想再买三条街。您不会是想凑十二条街做测试化运营吧？还是你多？不会是十二星座或者十二生肖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好吗？有点土。那也是土帅土帅的。大姐，桌子丑坏了。好。我觉得挺好的。你平时生活状态就这样？啊。哎，跟大家说个正事儿啊，我准备再买三条街，凑齐十二星座。十二星座？啊，再买三条街？你是不是挣钱没够啊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完了完了，肯定又是我。胖子，你负责找街，去吧。怎么又让我买街？哎，大姐。你给他俩再买两身好一点的衣服，因为他俩要代替我去抛头露面。喂？什么？喂？什么？王母说，格格被绑架了。等一下，你这样状态不能开车，坐我的车走。将军，要想见到你女儿，先给我准备一千万现金。我先要确定我女儿的安全。你别跟我耍花样，如果你敢报警，我马上就撕票。喂，喂，老板，我们报警吧。老唐，哥哥被绑架了。什么？是不是王家人干的？我去查一查。喂，小军啊，我确定不是王家人干的。舅舅，我想回家。格格乖，在这陪舅舅玩一会儿，你就回家好不好？舅舅，我饿了。等会儿，舅舅问一下，干饭从哪里来。你能不能快点？孩子都饿了。这是绑架，绑不让绑，还要好吃好喝供着。你少废话。我要不是为了钱，我能跟你同流合污。哎，你怎么没给我哥哥买他最爱吃的蛋挞呀？你清醒点行不行？你们是在绑架，要什么蛋挞？我就没见过绑架绑到酒店。还有，你用这刀绑架他，没搞错吧？我就说这地儿不行。你以为我们在拍电视剧啊？随随便便能找到那些废弃的高楼？你赶紧给他打电话。怎么样？不是王家人会是谁呢？就是这个号码。喂，现金准备好，到指定地点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怎么说？你先报警，咱们先过去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在吗？哎呀，哥哥。救命！舅舅，我想回家。我先藏起来，拿到钱去酒店等我。敢做不敢当的废物！我就只答应你把哥哥带上来。哥哥别怕，爸我在这儿呢。不怕。闭嘴！站住！
我钱呢？1000万现金，需要时间准备。我得确定我女儿安全。你他妈敢耍我！我要钱，我现在就要。别激动，钱马上就到。你他妈敢报警！你他妈敢报警！哥哥没事吧？没事，睡了。啊、哦，苏丽现在抓到了没有？苏丽怎么会这样？你去查查苏丽为什么缺钱，还有李某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把健身房卖了，挣了不少钱吗？李某被抓以后交代了，他拿健身房的钱买了一家酒店，但是经营不善，不仅钱全赔光了，现在还欠着银行贷款。那我明天去李某的酒店看看。你觉得短期内能回本吗？那肯定能啊！不过我是没想明白，李某能把这个地段的酒店给干了，是管理的问题吗？李某应该不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价格定位的问题。联系方雪，着手收购，定位管理你管。哥，咱能不能换个人使唤？我找366，我腿都跑细了，哥。你要干嘛？你资金还有多少？股票和酒店只能选一个。你要干嘛？我想求你帮帮我。坐吧。张俊，你就帮帮苏丽吧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我弟弟啊。我知道，我都听格格说了，他倒是没给格格怎么样，但是法律的制裁不是我能左右的。你劝你早点自首，争取还他处理。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苏丽为什么要那么多钱？苏丽被李某骗了，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资了酒店，连妈的房产都赔进去了。不是酒店一直在赔钱，现在连银行的贷款都还不上。你回去吧，劝他早点自首，钱的事我想办法。干嘛呢？你居然还帮他来？苏丽毕竟对待姐姐还不错。说正事吧，现在姐找怎么样了？有两家已经在走过户了，还剩一条。是有什么困难吗？一直查不到持有人是谁。你得抓点紧，我能藏的时间不多了。老板，最近王氏的王启南一直在少量出售王氏的股票。我们资金还有多少？股票和酒店只能选一个。我选酒店。哥，找到了，不过是王氏集团。那就换条街。不行，那条街你得去看看，那条街不选可惜了。这就是你说的不买可惜的姐。这就是你说的不买可惜的姐。你这是不是飘了？好、啊，老板，看看地图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里紧挨着南都最火的步行街，如果我们把它和步行街打通的话，好好经营客流量会大的。是有点可惜，再看看别的吧。来，啊，胖子，最后一条街了，标准千万不能降低，不能再想想办法吗？你怎么搞这儿来了？哎，你说呢？但是找你要债来了呀？你答应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兑现啊？你急什么呀？我不得给你好好配置一下吗？你赶快回酒吧，我先带我开直播。哎，你们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吗？说说吧，没准我能帮忙。想买条街。买一条街？哪条呀、啊？胖子，哪条呀？说呀。步行街后边那条。那条街呀，我能搞定啊。我能搞定啊。那条街是我的。啊？我是王氏董事长最小的孙子啊。看我干嘛？赶紧准备音乐会去啊。哎呀，我这不自己挖坑给自己往里跳吗？来来来来来。
正式投入运营。好。你不喝酒吗？我从来不喝酒。今天高兴，喝点吧。来，哥，哎，敬你一个。哎，恭喜啊！干了吧，咱俩。哎，王瑞，我问你，你说我们同样是继承人的竞争对手，你为啥不？嗨，比起什么继承权啊，我还是觉得做音乐、搞乐队比较好，是吧？今天啊，高兴，咱高兴点，再这么一杯。好，来，好，祝我们十二街区的生意越来越火。好，来，来，干，我干了，大成。嗯，这么狠的人，一杯倒。王雪。哎，你们先喝着。行行行，哎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外套没拿。哎呦，你赶紧给他送吧。哥，外套没拿。谢谢。我也不，我难走，我还能走实现呢。你别晃啊！你喝多了，你家在哪儿？我家？我没家。那你要不去我家凑合一晚上？你让我住你家？你喜欢我？行吧。你不喜欢我，你不喜欢我不住你家。不喜欢我，不住你家，放开我！解酒的，谢谢。明天陪我去买两身衣服，我准备回王氏集团。好，那我去云上空间买两身女装，给你凑情侣装。确定吗？确定，董事会已经发通知了，马上召开会议。王瑞为什么会帮他？这个一群废物，整条街的产权过户，这么大的动静你们居然都没发现。对不起老板。今天呢，我要宣布的事你们呢可能都已经知道了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爷爷，王氏董事会可不是谁都能进的，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。就是爷爷，该有的考验还是得有嘛。你们有什么考验项目吗？爷爷，集团最近正在竞标富丽岛的项目，宏盛集团就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不如就请张俊想办法让宏盛集团退出这次竞争，这样我们就一定能进入。我同意。你们呢？王瑞。哎，爷爷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哎呦，爷爷，你可饶了我吧！你知道我对这些事儿不感兴趣，而且我从来不掺和他们的事儿。不过爷爷，你放心，我谁都不帮。那就这么办吧，张俊，给你两周时间，让宏盛退出这次竞标。是，没什么事儿哈，散会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方法太多了，从根本上切断宏盛的资金链是最立竿见影的方法。或者直接谈判收购宏盛，但是这两个方法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流。的确，时间太久了。老板，我觉得这个任务我们完成的概率很大。那我们就去换。你查一下宏盛地产现在做的最差的项目是什么？我们用最好的三条街换他最差的项目。老板，这放心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，三条街算不了什么，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资源。你通知胖子，明天让他去谈。怎么样？他们顾总说呀，想要置换可以，但是咱们筹码不够。他们还想要健身房和轻食店。你怎么说？我说我自己做不了主，我得回公司问问股东。干得漂亮，他们两天肯定还会来找你，你先别着急见他们，过几天再答应。欲擒故纵，那我懂一个。哎呦，宝宝回来了，先开心吧。开心。姥姥说凤水阿姨是个坏女人，叫我不要跟她玩。不是我说，你的丈母娘，前丈母娘
这一天天都瞎教孩子，教啥呀？这都是。你是不是不忙？忙，我可太忙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宝宝，你听爸爸说哈。嗯。姥姥跟你这么说呢，是因为她爱妈妈。爸爸妈妈分开，也不是因为方雪阿姨。那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分开呢？因为爸爸和妈妈在一起不开心啊。那我不嫌弃方雪阿姨了。好，爸爸知道了。你写作业去吧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们家再跟格格说些有的没的，别怪我停了每周一次的探视权。老是大半夜叫我们，我想再玩会儿。别提了啊，说正事儿啊，规定的期限已经到了。张俊，任务完成了。我鸿盛集团也是老牌房地产公司啊，他说退出了就一定退出了。退没退出，招标会结果出来就知道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地产公司的人在庆祝。哎，爷爷，富丽岛的地咱们是不是已经拿下了？爷爷，鸿盛地产没有参加这次竞拍，我们拿下了那块地。绝对不可能。你是在鸿盛地产有眼线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张俊呢，通过了考验，总统董事会的总理。从今天起一年内，你们几个小子啊，谁的年龄越高，谁就是王氏的继承人啊。等一下，爷爷。爷爷有事吗？我想要富丽岛那块地的经营管理权。这个啊，我可说了不算，还是要看你的经营方案，谁的好就给谁。王家的规矩啊，历来如此。那我们就比比方案。那就给你们两周时间吧，散了吧。等等，你是怎么到的？你是怎么到的？我用十二星座街区运营最好的三条街换的。你这么狠啊！这种自损八百伤敌一千的做法算是作弊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还是毫发无损？你还是把精力用在富丽岛的经营方案上吧。保重身体。老板怎么样？哎，胖子，这附近风水怎么样？你这不明知故问吗？你们家是南都首富，你总部都定在这儿了，风水能差吗？那就买一栋去办。这个嘴呀，我天天给自己找事儿吧。就今天晚上请你们吃大餐，因为从今天往后会更忙，我准备要富丽岛那块地的经营管理权。怕什么？走吧。你疯了。都不好，太普通了。这是大数据的结果。你觉得他们不用大数据吗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我们整个的富丽岛。我们在这儿、这儿，还有这儿，是我们三家酒店。想到什么了？想到什么了？我明白了，我们的酒店将富丽岛围在了中间。三家酒店分别紧邻机场、火车站、码头。你是想搞原生态度假村？对，你去王瑞家把他叫过来，我们一起聊一下整个度假村能够运营的娱乐项目。王瑞？对，你别看这个少爷别的不行，玩他绝对是个好手。好，这不就是锦绣桃源吗？将来必火 slogan 我都想好了，丰盛度假配套，遵从我旅居店。哥，你这店不错呀。哎，可惜了，就是太偏了。还行吧。哎，哥，我问你啊，像你和你的朋友要去郊区玩的话，会玩什么？哎，哥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像什么极限运动呀、露营啊、音乐节呀，都可以在你那块荒地搞。不错呀。这就让你猜出来了。这有什么难的嘛？咱们家做生意就你比较有创意。你这脑子不做生意可惜了。可拉倒吧，做生意多无聊呀，搞音乐它不香吗？
对，哥，就是咱们要是在做音乐节的话，你看能不能给我分个主舞台啊，搞个压轴什么的，可不可以？我觉得吧，可以有。太好了，老王家还是你比较靠谱。领导，有什么吩咐吗？王瑞的演唱会办了吗？领导，你现在这活越来越难了，你这让我怎么办嘛？做得好的话，奖励票房。能办，必须能办，我现在就去办。老板，你找我？我想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家吃个饭。去你家吃饭？对，哥哥过生日，他特别想邀请你。好的，老板。那你去忙吧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许个愿吧。生日快乐！爸爸，我能把愿望说出来吗？你许的什么愿望？我许的愿望是希望妈妈和方雪阿姨能搬到我们家来住。格格，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喜欢的人才能来住。爸爸，你不是喜欢方雪阿姨吗？格格，我们切蛋糕，好不好？切蛋糕，来，一二三，呀、yeah! ！老板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等一下。我想跟你说刚才格格说的话。我知道嘛，童言无忌。小雪，我想跟你说刚才格格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你懂我？我都听你的。好，你走了。有多少汪洋大海里的梦还在心。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。詹俊不仅进了董事会，还拿到了富力岛的运营权。去实施必反，一定不能让他把富力岛的项目做成。怎么可能？上来一趟。老板，你找我？对，我有种不好的感觉。你去通知胖子和大少，让他们叫小美，一个电影部的投资总监，一定不能让敌人在我们之前动手。你去查查王子良是不是很亮。好的。喂，张俊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以当做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。张俊，你以为你就没什么把柄吗？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没事。算你狠。哥，你这话的意思我就当作是大事的事。一年时间已到，经集团财务统计，你们几个小子业绩最好的就是华氏集团的继承人。继承人就是张俊。后送外卖的，我欺负你怎么了？打我干什么？顶级大佬，你天天戴个破帽子送外卖？我是喜欢小雅，我帮他不行吗？你能不能别这么不知好歹啊？我终于证明了我自己是顶级大佬。一事儿。待会儿陪我一起接格格放学。好的，老板。没有人的时候可以换一个生活了。好的，格格爸。走吧，老刘。你臭不要脸你啊，你生意早晚黄。喂，妈，你来接一下我吧。啊，我在公司没开车，别让张俊开车走了带着放学。
慢捡回家去吧，要先回家了。爸爸，方雪阿姨是不是要搬到我们家来住了？你希望方雪阿姨搬过来吗？你希望方雪阿姨搬过来吗？嗯，哥哥爸，我还是觉得我们结婚以后我再搬进来，我不想让别人说你闲话。好，那我就选个好日子结婚。哥哥，你爸爸都还没有向阿姨求婚呢，你说阿姨答不答应啊？方雪阿姨，你和我爸爸结婚以后是不是就是我的方雪妈妈啦？你小机灵鬼。妈妈，乖女儿。嗯，你跟方雪阿姨去玩，爸爸跟妈妈有事要说，好吗？嗯嗯，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展俊，我最担心的还是格格，我希望他幸福快乐的成长。如果他真的对格格好，我祝你们幸福。放心吧，我跟你一样，格格也是我的弟弟。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是啊，也祝你幸福。嗯，我在王家隐忍蛰伏20多年，现在终于当上继承人的夫人。张俊，我只能让我的小孩当下一任继承人。